大家好，我是比林。这里是 COVID 真的假的。如果你其实想要听别场疫情，但是走错的话，可以赶快回去。但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疫情。然后这边有网路，网路的账号是 Sammy， 然后密码就是2020撒米要赢。在这之前，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先登录。如果你有电脑或者是你有手机，手机也可以登录。先登录 COVID 的网站。Covid 的网站的网址非常的简单，就是 covid， 然后要有 s.org/ 然后 article。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右上角有一个登录，请帮我选择登录键。你有 Facebook 账号、Twitter 账号或者是 GitHub 账号都可以轻松一键登录。我们之后会想要再做就是 Gmail 登录，有鉴于大家年轻人暂时不用 Facebook 之后，所以我们会改善这个流程，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登录。好，先做好登录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笔电比较好用，手机也可以。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 Google Jamboard。Google Jamboard 是一个可以在 Google 上面做 Sticky Note 的笔记。Go！ 好了吗？都好了吗？好，我们开始喽。这是一个开源的事实查核聊天机器人，叫做 CoFact。CoFact 就是collaborative backtracking， 所以它是一个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做事实查的聊天机器人，是不是超级酷？为什么假新闻很严重，假讯息的影响很严重？因为假新闻会用过几种就是很变态的方式，比如说很新奇，让你很害怕，让你觉得很恶心、很讨厌，并且让你很惊讶。比如说肯德基的鸡翅啊，他们都长了六只鸡翅，然后八只鸡腿，这样才可以攻击得出来，就所有人都喜欢，就我们就喜欢吃鸡腿嘛。那怎么可能一只鸡只有两条腿啊？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呢？所以肯德基的鸡来自于就是一个特别的鸡农，那个鸡农会培育六只鸡翅、八条鸡腿的烤鸡，因此大家才会有这么多鸡腿可以用。这一定是错误的嘛？但它又让人很惊讶，却让人觉得讨厌、恶心、跟厌恶、愤怒和恐惧，又新奇。所以像这样的不实讯息就可以大量的被广传。或者像这一则，它其实是来自于就是美国儿科医学会。美国儿科医学会是一个1930年就成立的很老牌的的医学专业学会。但是后来啊，有一个比较小，他们后来发现，因为美国儿科医学会依照他们对于就是医学上面的专业评价，认为说，同志伴侣收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并不会影响就是下一代的健康。但是开始有一群就是比较反同的基督徒，那他们同时可能有些具备医生身份，他们就另外组成了一个美国儿科医学会，中文跟英文都懂得非常的像，并且透过这个美国儿科医学会，散布了很多新的研究报告，比如说跨性别的儿童会有比较高的自杀率，或者是同志伴侣比较不适合收养小孩，女同志伴侣会对小孩不好的影响，但其实都是在应用他医学的专业帮他的保守基督徒的信仰做背书。像这个就是说美国心理学会他就是引用了美国儿科医学会的研究，说呢多元的性别关系会对后代造成巨大的影响，那其实就是引用了错误的资料来源，然后做出了新的研究，再让其他的新闻去播报。那像这个就是风向新闻，他就引用了这份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份非常糟糕的假新闻。假新闻对社会的话就是这么的严重。或者是像这个，这是在今年武汉肺炎非常的严重，那他们就说啦，在武汉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面全部都有一堆大堆蝙蝠住在那他们的屋檐里面，因为屋檐下面有蝙蝠，所以武汉才会有武汉肺炎。这件事情还不够恐怖吗？而且又够惊人。但实际上这个影片在 Facebook 上面到处 go viral， 你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 Facebook 的影片，说武汉肺炎源头终于找到了，因为他们家家户户下面都有放蝙蝠，他们家都养了蝙蝠。但实际上我们经过我们的查核发现，其实这个影片来自于 Florida 的 Miami。在迈阿密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影片，然后被发现之后，结果在台湾把它变成 go viral， 然后大家就认为说这是武汉造成武汉肺炎的原因。好，WeChat、WhatsApp， 然后Telegram、Line 和 Facebook Messenger 这一些讯息，影响我们是都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台湾就是2018年国发会做的研究报告，他们发现
年纪在50岁以上跟青少年以下的族群，他们其实在年龄分布上面被判断说他们其实不太会进行讯息的查证。我先说这不是他们比较笨，绝对不是，我们等一下会来处理这件问题。有的人每个人获得了教育资源跟每个人获得资讯能力并不一样，我们今天可以获得资讯的能力其实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因此这个专案要做的事情是透过有能力者提供工具，并且透过大家的协作去帮助父母、帮助长辈、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比我们笨，他们同时就是孕育我们、养育我们，但同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但同时他们也丧失了面对资讯的能力。真的假的想要做的事情是透过聊天机器人，透过创造科技工具帮助这群人迅速的破解他们收到的假讯息。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办黑客松，然后像今年我们使用了 AI， 自此之后我们所有的讯息都可以透过 AI 分类，它会透过人工智慧的方式帮助你的讯息进行自动判断。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之所以可以回应讯息，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超级大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结合了收到的可疑讯息，比如说刚刚说的一只鸡有6只鸡翅、8条鸡腿，或者是蔡英文曾经帮李登辉堕过胎才可以得以当上总统大位，或者是美国联合国的总部即将从纽约搬到中国去，这都是错误讯息。那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就连接了一大堆，大概超过42000多笔可疑的讯息跟一大堆的回应。像我们都知道嘛，分散式数据连接起来，数据跟数据之间有连接成知识，但在 COVID 的资料库里面最多的是阴谋论，这是化解像是一只喷火龙的东西。比如说哦，三十万以下就不见，这是什么？这是最近美国大选的时候，他们就说宾州这个地方的选票突然不见，这是一种巧合吗？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阴谋论。我放了我内心里面错误的讯息，并且结合我的推测，讲一个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告诉你说这一定是真的，这一定是来自于我可能不喜欢的政党，阴谋论。真的假的资料库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众多的 user。然后同时我们有机器人，机器人可以送出申诉，查核聊天记，查核你过得去的记录。同时我们可以设定通知，并且我们开放原始码，同时我们写了所有的教学文件，教所有人开发。也就是说，至此之后 ，Cooper 是第一个做可以聊天的事实查可以事实查的聊天机器人。但在这之后，当时我们是第一个做的。同时，因为我们开放原始码，我们开放所有的资料，从此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聊天机器人。这就是开放最大的精神，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最大的资料库。同时说，官方除了民间，同时还有就是国际事实查核联盟 IFCN 的资料，所以超过42500笔，这些资料都是自由取用，你想就可以拿去用。同时，我们的机器人也做 Open API。那因为我们都尽量开放，我们的资讯透明又公开，而且我们的社群就可以登入回应，你都可以看到是谁回的。同时，我们也有就是借 Google Analytics， 你可以进行所有的研究，进行所有的数据图表。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没有私藏，我们希望可以尽量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所以像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像麦克，像假新闻清洁健康栏目九土司，假新闻特工，就是那个十大解毒青年基金会，来自疾管署的朋友。然后同时我们办小聚，会有很多医生、律师、记者、兽医、中医、农民，各式各样的人，家庭主妇，当然有你，当然也有我。这就是群众协作最大的优点，因为你不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来自某个专业的人，你不用说哦，我今天是立法委员，我才可以做政治的剧情，没有这种事。我一定要是学者，我才可以做什么剧情，没有这种事情。在这个资料库里面，群众协作的优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哪怕你是第一次加入，从来没有听过居里，你从来没有听过真的假的，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做出贡献。因为假讯息跟假新闻的危害就是在我们的四周，它并没有因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才选择攻击你。再选一张，对不起，那应该是我再按一下啊。那请帮我按下一张，好，再按，好，再按。好，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态系。刚刚说了，我们资料库里面超级大，所以疾管署、魔法部啊、查核中心啊，然后警政署啊、麦购粉啊、卫福部啊，那我们是一个超级大的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我们透过 Open API， 因此啊。编辑就是像我们就会登入网站，我们写了网站，我们有编辑小聚，我们参加居林黑客松，然后同时我们也去街上宣传，就是街上教大家如何使用不实讯息聊天机器人。
那种种透过开放资料，像 reader， 像是报道者、调查记者，就可以使用这里面所有的资料去写关于不实讯息的澄清跟不实讯息的报道。我们透过了开放谣言资料库，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件事情创造的效果是什么？如果你有用过趋势科技防雷达人，如果你有用过美玉仪，美玉仪做的事情是做一个 shell， 你们所有收到的讯息丢给美玉仪，美玉仪会再来问 Kobe 的机器人，所以他就把 Kobe 机器人的讯息传给美玉仪的使用者。这样的优点是，如果你想，你可以做一模一样的美玉仪。这样子的话，你不用自己写那么多的程式，你就写一个，就是我要来问 Kobe 机器人，然后再把我的讯息传给我的使用者的程式，你就做好了美玉仪，你就做好了趋势科技防诈达人。这两个现在是商业公司的产品，但他们并没有做市场。好，同时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机器人上面呢，我们就新增了不同的东西，像。我们两个又办一次小聚，这就是实体的编辑聚会，像现在这样子，我们这里会有大概30个人以内的小空间，然后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进行市值查核，帮助你的家人，帮助你的朋友。然后同时我们今天写了一个非常新的功能，只有我们有。这个功能是这样的，你收到了讯息，机器人查到了，但是机器人查到之后，一般来说机器人不会告诉你他查到了，因为你只能够帮助之后的人，你使用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个样子，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二嘛。但是机器人知道等于二之前，他不会告诉你。就算我知道等于二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但是使用 Kobe 机器人，现在他做了一个新的功能，一加一等于二，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上次问那个一加一等于二，我知道了，我告诉你的是二，这是只有 Kobe 目前可以做得到的。那因为我们做的资料全部都公开，你看像这个我们的 GitHub， 我们有 API Server， 我们的 Rumor Site， 不用经过我们的同意，直接取用。哦，好。然后同时开放资料也是，你看到这些，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中台湾一例一休，中国一带一路，还有什么地瓜爷这样子改善胃溃疡跟便秘，美国同学发的帖，姜糖不是人人可以吃，各式各样的讯息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尽览无遗。同时，我们希望这个专案可以帮助到最多的人，因此我们也做了，我们翻译了全英文的 toolkit， 我们谢谢非常非常多的帮忙，然后。透过了英文的翻译之后，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如果想要做聊天机器人，他们就可以做自己国家的版本。因为GitHub 其实程式码是共通的语言，程式码是世界语言。那透过了英文的翻译和教学之后，可以帮助最多的人。比如说像泰国就完全使用了这一份资料，然后就写了一个泰国版的口版，所以这件事情是已经可以被复制的。然后这个是 OCR， 所以也就是说 ，Kobe 聊天机器人可以读图片，这是后面那个冰轮做的，冰轮非常谢谢冰轮。同时我们也做了 Facebook 的 bot， 你在 Facebook 也可以直接传讯息给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它就会帮助你查询你可以所发送的不实讯息。然后像美玉，像趋势科技防诈达人，就是第三方商业公司的应用。我们的生态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那等一下就会需要大家的帮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好，现在42500笔嘛，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一下提供可以参考的文字跟数字。我们要能够让不实讯息，那些藏在封闭聊天室里面的不实讯息，可以被澄清、被了解、被利用，并且，刚刚说了嘛，我们还可以通知说，哎，你有想要查的讯息会出现，因为我们也做了 RSS 订阅。那同时，聊天机器人会告诉使用者说，你要来看回，因为有人新增了你刚刚问的那个讯息的回应给你喽，是不是很方便？但同时，我们又能够希望最大的鼓励大家写作，因为我们重要的是，今天在场的各位，我们都是一个社群。我们要怎么样对彼此有帮助？生产者会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告诉你说，你的回应超级棒，你帮助了非常多的人，你会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是有意义、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你所留下来的记录都不会不见，它会在接下来继续帮助更多的人。你所做的贡献都是有意义、都是有收获的。好像这个是之前的假讯息，它是为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后来发现啊，假讯息有三个要素，一个是专业，也就是有病，就是情绪化。我透过专业论述，我透过记者，透过教授，透过医师，透过律师，这些你心里面会相信的人，然后去说服你说我的论述是有效的。再还有透过有病，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会有疾病，会对你造成影响，对你造成什么伤害？金钱上的伤害，人格上的伤害，或者是名誉上的伤害。就是通过情绪化，你一定要转传出去，不这样做的话你会死，不这样的话你会遇到很恐怖的后果。这一些都会让我们情绪很充满气大气，不像这个就也是，你看有病、特效药副作用，然后 COVID-19 瘟疫，那同时再透过权威和专业，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再来
再加再加加，不要点赞，求转发，情绪化，专业有病情绪化，透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让你去传送这样的讯息。刚刚说的这是 GEI， 我们接了就是数据资料库，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这份资料做研究。使用的方式就是这样啊、哦，可是什么不重要，不是很重要。好，我们会有研究资料库。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评价回应跟沟通文案。我们要做什么呢？刚刚说了，如果要做新朋友，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是比林，Coffee 打 org， 大家好，谢谢大家，做满了很开心，谢谢。Coffee 打 org， 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的话，会需要自动注册右上角。如果用手机的话，三个小点；如果你用电脑版的话，右上角比较简单，就是登录。登录之后，你有 Facebook、GitHub 跟 Twitter 都可以使用，请登录。然后我们就是冰果你负责这一排，欧安你负责这一排，然后露露你负责这一排，请大家都可以登录，好吗？好。今天工作方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评估回应是不是有帮助，有帮助帮他按个赞。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让机器人可以动之以情，刚刚说了，回应的事情交给机器人做。我们都是人类，我们要做更有价值的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沟通，是如何告诉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的家人，这是假新闻，你不应该再相信了。但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机器人的方式，让我们的人力不用这样子耗费了这么。你看，如果你有100个家人，或者是你的亲戚刚好就会喜欢传100则假讯息，那你就要跟他讲100次吗？这件事情浪费你的人力，不要。我们现在设计好，以后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机器人帮你讲100次，你要对他动之以情的话。像查查完，他就会说哦，这个很没用。那我们就可以再改进，这也是群众协作的优点。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可以再改。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已经登录了，第一步登录嘛，然后接下来你按中间会有个最新查核。如果你是英文版，应该是写 New Reply。按完最新查核之后，右下角会有一个三条横线的筛选，就是我们的 Filter。Filter 按下去二。会看到 filter 的列表，那这里有一个还未有有效查核，表示说这个讯息有人回过了，但是没有人帮这个讯息做过评价。我们是很严谨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开源的事实查核专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查核其实是能够被反映、被改善、被评价过的。因此，它会透过我写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会有另外一个人说，对，我也确定一加一等于二，好 check。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check 的这个动作。各位就是我们新闻室的总编审，大家请帮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回应是不是有回到点，没有文不对题。第三个，你 filter 下了还未有有效查核之后，四这边有个查查按下去，执行完这四个步骤之后都还顺利吗？如果你有电脑，请用右上角电脑登入。如果你有手机，三个点这里也可以登入 ，Facebook、GitHub 跟 Twitter 账号都可以轻松的登入。哦，好，当然可以，好。嗨，嘿。哦，这是 Chatbot。那我们现在要做是网站。哦，这里是 Safari 打开之后会有 Covid.org。然后我们也有共笔，我们的共笔上面全部有全部的连结，还有你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有我们全部的简报，直接从简报案也可以。会有投影片，我们还有投影片，我可以点这个，投影片没有很多。好。提供的东西是有资讯有平台，觉得有用。如果大家都已经顺利登入了，你刚刚在最新连接、最新回应那里会看到很多很多人回过的话，这边都会有两个零，一个是赞，一个是不是那么赞。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个赞，所以你就赞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对，好，有些讯息已经被回应过了，但是没有人回。评价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刚刚说了，你们是总编审，你们要来看说这个讯息是不是回得过关，没有文不对题。如果你收到 LINE 的讯息，这个回应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些有帮助的回应啊，就会提供他们有用的资讯，像这个，他就是说意大利人民全国跪地向天求情，
但这其实是巴西的影片，这其实是巴西在巴西马瑙斯市的祈祷活动影片，它就是假的。那这个你看他好不容易回完了，还付了出处，但是没有人评价，我们要帮他评价按一个赞，因为他回得很好。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真的回应没有帮助，那你就可以帮他按一个没有那么赞，就是他乱回。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乱回呢？就是我们遇过发了一则谣言，但是回应就是回说鸡鸡增大术广告啊，或者是阴茎增大术是威尔刚的广告。那像这样他就是乱回啊，乱回就按一个不赞，按一个不赞之后大家就会看见，因为我们的程式设计完之后他会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讯息他回的不好，或者是他需要被修正这个讯息，或者是有人乱放鸡鸡增大术广告，我们要把它删掉。所以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 功用，大家在这里付出，大家在这里工作，最大的功用就是啊，我们的网站跟聊天机器人都会显示评价数，所以回应如果有很多，那大家觉得有帮助的就会呈现在前面。你们现在做的每一个按赞的小脚按赞的事情，在五秒以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其实就是帮助的数以万计的人。你帮助的就是可能我们十五万的就是的使用者，或者是同时像美玉的30万，然后方大达人46万，就是几百万，这样100万的使用者都是你们这样一个一个按赞按出来的。好，下一页。好，可以回到上一页，上一页是第二次事情。好，我们这件事情会进行到再五分钟。我们先确定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以登入，并且可以帮别人按赞。每天只要按一个赞，或是每天按五个赞，按五个好了，其实不会很久。你一天大概花一分钟按一个赞，你一天花五分钟在这个专案上面，这个专案就会累积你一天五分钟的能量，一年就会是1500的能量。然后大家如果就是看得到这里的荧幕，因为我没有投影在上面，就是这是我的电脑，从2点到现在其实已经累积了190个赞了，就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人在同时进行这件事情。195，就是如果说你有在，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就是大家现在在按的赞对不对，这里就会呈现数字，这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也透过游戏化让大家知道说你的努力你的贡献是有价值的，你帮助别人你的帮助会被看到。那因为我们有登录嘛，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是会有 log 的记录，大家会知道说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付出多少，然后帮助了多少人。现在超过200则了，就是你多按赞这件事情就会多成立，所以使用的方法很简单。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右上角登入，登入完之后然后点开最新回应，右下角的筛选下 filter 之后选择还没有有效查核，然后对于这些讯息你就看过，然后并且对他们进行按赞，然后如果说不赞的话帮他进行修正。大家做得很好耶，好，已经200则，我觉得我的今天的目标就是超越期待，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下一件事了。好啊，大家都可以吗？好，真的很谢谢大家。赞数还是不断的在增长，已经235折了。哦，我们对这些数字就会下了一些设计，所以如果像是17的话，就会出现8+9，然后10的话就会出现台北101。这也是我们想要进行社群活动，像今天大家来，然后游戏化的设计，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这里付出，你在这里工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我认为这是社群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你会知道说你虽然是来志工活动，但是你会知道你的付出是有目标。然后你也会有成就感，然后你也会知道说你完成了什么，你可以帮助别人什么。
我们要进行的第二件事情，耶、yeah, ，我很准时。我们要进行怦然心动的文案。哎呦，吓一跳。机器人是程式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机器人学会说你的话，让民众知道说他可以相信这个机器人。机器人对民众来说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哪怕我们把它放在群组里面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要透过科技工具，我们要解决都是人的问题。我们绝对不是机器人交给他就说妈，这个机器人交给你了，你自己跟他聊天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工具只是辅助，重要的在不是怎么说，重要的还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情感。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来设计让你的长辈可以怦然心动的文案。怎么做呢？我们要信任，创造信任嘛。我们等一下会使用 Jumbo， 如果你有在看 Copy 的共笔，就是我们议程上面有共笔，你有电脑你有手机的话，应该议程打开我们都有共笔，而且我们这边有共笔小线，超爱打共笔，或者是右上角 Bitly， 然后 Cofax 减号 Summit 2020，那也会直接到这里。我们等一下会使用的是 Jumbo 是 Google 的一个他们教育的小程式。等一下我们会用中间这个便利贴功能，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工作坊会用到很多很多大量的便利贴，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电子化的方式比较环保。做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功用？在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需要说去寒暄，你就不用跟妈妈说，妈妈，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妈妈，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讯息不是这样子的，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都不擅长社交，我们就是边缘人，我们就是不擅长跟别人说话，我们才要做机器来帮我们对话。我们就是不擅长跟家人聊这么多天，我们都懂，所以我们要透过应酬语来产生，让机器人来做，因为人的问题才是造成我们困扰最大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今天所有的科技工具，今天所有的这些机器人，这些所有的程式，这些好像很有用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人解决我们的困难，因此我们要先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好，做电视有什么用？因为散步遥远的人有在用，他们怎么样做？他们一样的，一定要转发，不要按赞，先分享。这些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的话，但为什么每一天都可以贴？我后来就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每一则都可以用的。所以我想，我应该也要像这个样子来做。我要设计一个每一则谣言曾经都可以使用的温暖的问候语跟分享语。早安，我的朋友，让我告诉你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一视为官九世处。这就是谣言在做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放在什么地方？政治宣传广告，大外宣、大内宣，台湾自己也有，就是做了政治宣传、政府的宣传，或者是可能政党侧翼的宣传。不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是不是很有力？我们要透过这一些资讯，我们要透过这些文字，做一个台湾的版本，让我们被骗的父母知道，他们还是有支持的，我们还是看照着他们的。下一页，谢谢。所以我们等下会有几个例子，我们有五则谣言，像这个就是美国示威的阴谋论。他说啊，之前泰国啊不是有上街就是示威吗？那这个谣言就是说，这就是之前香港学运的翻版，因为美国的一些民主党的政党，他直接写吗？他没有写哦，我不知道乱讲啊。好，说美国呢是因为想要把泰国之前就是美国打越战的时候租的那个港口啊，再租给美国使用。所以他们想要围堵中国，他们支持了泰国的学运。好，这是其中一个谣言。那我们都知道，谣言出现了，回应我们也写好了，我们现在有解答有回应。但你要如何让你的父母知道说，相信这个机器人吧，他可以相信。我为什么要信任你？为什么我89岁的阿嬷要信任你这个机器人？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就是你们要用人的能量，要用人的那种信仰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沟通，去协助我们的阿嬷。我们帮助了一个阿嬷，还有千千万万个阿嬷等待我们帮助，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一些沟通，透过这一些新的指导语，动之以情，让他们怦然心动，让他们知道说，是的，虽然美国跟泰国距离我都有点遥远，但这则讯息是可以相信的。下一个，第二个总统大选，总统大选说啊，那个时候啊，中选会明明就说，很多人没有收到选举公报和投票通知，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投票？政府的阴谋。如果有人没有收到，不知道去哪里投票，要投票都来不及，时间掐得这么紧，是不是不需要我投给某个党？好，那像这个中选会当时后来就有说明啦，其实选举公报是会照着期限分送的，没有投票通知单特意晚寄。如果我的爸爸
相信这则讯息，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等一下会分组。好，下一个还有在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好，说中国爆发之下，川普不但不伸援手，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从中国撤侨。美国政府呢，没有抓住中国大陆防疫疫情为世界准备的最佳空窗期，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好整以暇的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啊，居然加强疫情的防控，根本就不把疫情当一回事。他也回应了讯息了，就是说当时撤侨啊，是因为呢武汉当时啊全球封锁，所以各国呢都有派专机接回国民，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或特别落井下石。如果我们的父母相信这则讯息，我们怎么样说服他，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当时所有国家都撤侨，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撤这种事情，或者是他们当时其实也提供了很多援助，不是所谓中国外交部说的都没有提供援助，因为他们捐了超级多钱给了防护衣给了手给了口罩。好，下一页。还有高雄市长前阵子罢免，说哎呀他们韩国有93万多票，那除以1823个投票所，再除以8个小时，那个投票所每个小时要有3个人完成投票，1分钟就有1个人投票，8个小时都不能间断。自己上 YouTube 查，6月6号那一天是人很多还是人很少？好，说这个东西，他说告诉我们说啊，罢免投票韩国瑜会有这么多票，一定是假的。但实际上投票所当天呢、啊，其实动线不是净空了，并不是说我一个人从前面到那边投完之后盖完印章，确认好身份，投完票之后才可以出去换下一个人，不是的。投票所是流动的，同时之间有人可能正在确认身份，有人正在盖印章，有的人正在排队，有人正在进入投票亭，有人投完票然后有人出去，同一时间中会有很多人在做不同的事情，因此动线比较快。同时因为台北不需要投高雄市长罢免，所以人流上面其实也不是一般跟总统大选或者是地方选举那种你需要回乡的情况来想象，所以是不太一样的。好，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说服的，就是我们如何说服他说这个婚姻是可以相信的。再下一个哦，还有美国大选，说哎密西根那个时候啊，有投票人出生于前1902年，这人说已经死了，已经死很久了、啊。可是，依照他的代号查询，却发现他的票居然寄到了、欸、死人投票吗？从棺材里面投出来投票吗？好，说、啊、其实很多选民都去世啦、啊，这些就是不在意投票，难道美国法律规定死人投票吗？其实这当时是就是当时有同名同姓，就是同名同姓嘛，还有就是。其实法律是不会让死人投票的。如果有人就是，当时的确有人就是在Florida 的时候，有人利用已经过世的民众身份证来注册，但因为注册嘛，所以他要经过几个不同的程序，有拦截到，并没有成为有效投票。我们要如何用这则讯息去说服收到不实讯息的长辈？我漏掉了一则英文。好，我们还是要准备英文，没有，我们今天只会有4。好，我们今天只有4组。对，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刚好这4个人嘛，就是 CoFi 这边有3个人，然后还有第对还有我，大家想4个，分成4个，还是我们分3个？4个。这边的话，我刚才的想法是这样，就是4组的话，可能就是从这边这个点边，这边6位可能是1组，然后这边6位一组，这边6位一组，然后这一排是1组。好，那我跟你们1组好吗？好，谢谢，好，太好了，谢谢松容为组员啊，这是我们最后的 contact， 就是我们有 Facebook， 然后有 Line 就可以直接加入。然后我们 LINE 还做了教学，左上角那个就是教学，就是他会跟你互动，我们画了非常多可爱的图。然后 Slack， 如果刚刚上一场就坐在这里就是听就是新手村教学的话，我们的 Slack 很吵闹。 Slack 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就是我是不是不该加入会不会打扰的问题，因为你只要加入就可以加入，如果说真的不需要你加入，这个 Slack 会封起来，会不让你加入，所以尽量加入。好，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开始来一起想动之以情的话，可以帮我回之前哪一个？就是没有到现在这个活动要做什么的？这个活动要做什么？对，那个功能性动员。好，这里。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捐款的那个。好，我们就在这一页，就不要再动。对，就在这一页。谢谢等完。好，如果说你手边不太确定，找不到共笔哦，然后 slider 也可以继续问问题。再分组啊，我们在这一组，然后你跟。哪一组是哪一页？哪一组是哪一页？你刚不是说这边第一吗？第二、第三、第四、2、3、4、5啊，4题啊。对吧？好，所以这是题。再分一次，就是4组分别想4页。对。那请帮我分一次。因为我们这边 Jumbo 上面有，可是要分一下，说到底哪一组哪些人是哪一页？就是这里做泰国题，这里做
第二页，就是所以 P2 嘛，对，就是说大家进到 Jumbo 之后点第二页，就是 P2， 大家看。对，你进到 Jumbo 了 ，Jumbo 这就是 Jumbo， 是。然后你也在 Jumbo 了，很好，很棒。然后对，这个就是 Jumbo。好，我们要确认，对，只是帮我们确认一下到底是二三四五怎么分配。这里是二，是。这里是三，这边三，这边四，这边四，这边五，里面那页数。对。OK， 好。好，就不要留，就是有一个对，刚刚有，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对对对，刚刚刚刚对对对，谢谢你，谢谢，就不要再演。他宾馆可能就是说，对对对。好，那这样的话应该就都没问题。你们好，我是丁丁。好，那好，那我是张晨，然后我是东北。
那大家这条路是什么？然后如果大家有加那个类似朋友的话，其实你到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上面的回应大概是什么样子。让他去。就是，或者是如果没有点进去的话，你找到选手会看到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还蛮中规中矩的，就是网络上有这样的回应，但是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很打动，就是你想要回去的话，我们可以查后准备讲。就是准备发布假的，就查一个行政补给他。那反而是把一个如果能够收来以后，从就转传给把讲这个话的人，正当性来覆盖他的所有的东西，你消息刚好查到，他也会是一个 approach。就是说，这个讯息很有可能是，我会认为是中方说的，就是要打这个传递，然后就是要说这个他的。我会认为这样，但是温暖富有人性的，也是一个很有趣。因为毕竟你说的这种其实错嘛，当然第一个这个想法是英国人是厉害的，那句话。哎，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一度有想起，真的很可怕。大部分衣服没有，因为没有穿上来。突然突然解释，其实第一个数据是他数据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使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做分析。而且也可以确认说，其实有些人会不太清楚，我们也在讲，最终是在这个剧情说，在看到这个剧情说。哦，这个是这个人的个人意见，就是这个写这个讯息的人的个人意见，光是把这个东西指出来，也是一个会有用的方法。就是因为他看有些人可能看完这一个，看这个最高的，应该是这样吧？就是那你应该都来这一组，这其实是一个 narrative。这其实是一个人，其实他怎么办？那个韩国人，那我们也不用告诉他未来套其实我是指他说，告诉他未来在你手中的时候。好，我们来做同学会吧。大家好，我是李玲，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对，第一个是说这个是我们这边同学会，对不对？对。好，同学会。就是认为你那边是疫情爆发吗？哎，对，你那也是疫情爆发吗？我们是中国疫情，我们中国疫情啊。哦，好啊。好了，中学会奥布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会认为这样，他的议论会是这样。你们刚没有收过这个讯息吗？如果会相信这样子，就是奥布已经开始，是不是？我那么一度有这样，是因为我家，是因为你们家有都有很准时到学校报告的讯息，都会觉得说怎么还没进来，怎么还没进来？就是美国人这样子。根本就没收到，哦，对耶。基本上，因为至少它是官方出来的，那放在这个还是。这是一个没有共感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就会写，就是根据。但通常比较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先解释是。是等一下嘛，其实不是，我们应该是会说，是不是邮差来说我没看到，但他都直接插在，然后直接插，邮差，他好像直接插的。那个东西是挂号吗？还是不是？就是直接查，怎么发出来的？还从别人这样偷走的？就是我们回到群，就是群组的概念，就是对，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群进来之后，当然，或者是先回，就是目前这个群组里面就只会有这一个声音。那如果你可是你不是已经收到了吗？先用事实，用事实做澄清。另外一个 narrative。另外一个，可以跟他讲说，就算你没有收到，还是可以。八分之前的什么去投票？对，就是拿另外一个，可能在我们这边投票。问题是，八分之前的目的可能其实不一定是要说服，或者是改变那个原本的发讯息。而这个群组里面其他的，对，就看不到这些的话，或许这样子新的想法，因为。就是你在发言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其他这些看到的观众，让他有更多新的不同地方的观众。那这个问题呢？看什么？就是高频信息，那原本是讯息，你发出来是别人的，不能体谅化，不撒娇吗？要买个撒娇。对，因为他提出来的是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方向你去指出，可能这样的困难性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可能是你们有家人被骗的经验吗？对，想发言。
或者是有直接看到假新闻，或者是有手机被诈骗。我的妈妈有实际被诈骗，也是有的小对吧？真的很恐怖。不用说了，而且他也没有，我妈妈也还没有，他只是想买零售房，对，所以他其实就买的是正常价格。然后小唐说，你要如何就是卖掉就是诈欺的商品，然后有时候才把它诈欺，就把它卖的跟真的一样。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根本没有捡到便宜，你就觉得说这是要卡钱价，啊，靠自己来的。我后来也惊觉到说，人会被骗，不是说你的人格上有缺陷，你大家其实都是很好的，就像这个讯息，就算他写的是有偏激的，有点偏激好他背后一定也不是坏人，那同时就是看到这个讯息在讨论中，他一定也不是基于恶意想散布讯息，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指来源，质疑来源或者是质疑内容，我们会进行对内容进行质疑。下面这个回复应该是哦，下面有人就提供很好的想法哦，那也不说的啊，或者是建议再多的一点，那这边就会使用比较多的问句，透过问句避免说，避免我们直接下判断，避免我们直接指责对方说你做错，或者你猜错，自己准备错，你就放在一个很大的台阶下，这件事情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我觉得多使用问句很好，多使用我们的一些用的。就是帮他提意见，然后说你要问一下你怎样知道。哦。对，我们完全完全对，他就猜就是怎样是对的。我打个岔，我奉献了一些关于我自己跟家族群组吵架之后，我已经千百次的立刻出来的某种 SOP。我这边有 SOP， 这边有某种 SOP。实战经验下来的结论就是，一开始觉得要先不喝。绝对要先不喝，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好，还有他们会冲的，不然我们就要去上高到不行的场，回去报告。对，阿公公会叫我们，大家是陪伴，或者是说，阿弟是从长兵部门公会东京多加拍一秒钟之类的东西。所以，第二他直接说，哇，怎么这么神奇的事情？或者说，啊，今天很高手哎，就是血泪加皮革命多次经验。我说哇，这么机密的事情我没知道，或者是哦，这也还挺说的，或者是说哦，这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做到，但其实就无关痛痒。就他讲的题对还错，对还有他觉得好像获得了某种正面的回应，然后再讲一下说，就不是他讲的一个说法哦，就讲的是讲的要写字好吗？就是你没有要推翻他，好吗？只是他讨论这件事，不要骗钱，然后跟他讨论之后，你才可以开始打动我去看，然后我就讲这个。大家可以收，大家都还好吗？大家非常的成功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完美的收尾。下一次都三个题。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层次，一个是成为了，或者是说让他到水里，
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地方，那可能是你要慢慢的向你的要信任，或者是提供更多，慢慢的就是提前提供给他更多的 observation， 给他更多的一些东西，让他知道说，哎，他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可是他们都会说，可是我看电视上什么模式，父亲也提出，慢慢的。都还好吗？我知道大家讨论很热烈哦，我也有点不太好打扰大家。多交朋友，社群就是要多交朋友。哎，你们有拿文宣吗？那个。对，我们还有川普小贴纸。哎，我慢慢收尾哦，那个讨论很热络的，那个快休息了。大家手上会收到那个我们最新设计的文宣，这个目的是这样的，它成本不菲，我们希望大家收到之后不会把它丢掉，所以我就是做了一个心机的设计，我在那个第二页翻开之后可以贴邮票然后写信，我希望他可以把它寄给你在乎的人，因为我发现我的阿嬷我的阿公他们如果收到我寄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因此这个东西的设计就是我们字上的超级大，我们制作最大，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会被不实讯息欺骗的人，就是如何使用这个聊天机器人，并且透过寄给他们的方式让他们愿意永远把它收着。好了，55分了，特别要休息了。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把洋葱切开，就我觉得洋葱切的到处放，我就说你把这洋葱吃掉，你再看。老板上应该对。我妈的态度就是说，其实就是针对他，不同价值观。然后个人见的时候，我会让您知道些奇怪的。然后我还有那个，我们还有做贴纸，那个是一个川普跟普丁，那个前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跟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他们互相传讯息的贴纸，手上的这份文宣就是希望可以寄给长辈，让他们不会丢掉，设计的就是字要大，字要最大，然后让长辈看得懂如何使用，希望可以帮助到，不是帮助你，你已经会用了，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传下去。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的 Jumbo 非常的优秀，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哟。像第一组就提供了，哎，可是根据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声明稿，这是什么？这是引述专方资料，非常的好。还有什么？哦，这可能是一则意见，我们回复的时候也会被指成这个。这是笔记吧？哦，好。然后提出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意见，这也很好，明示出来这个讯息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根据性哪一个？哦，这个很厉害，这个是动之以情的，就是最高标。他怎么说呢？哎呀，这么机密你怎么可能会讲出来啊？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美国有声明说没有资助或者协助泰国抗议哦，提高传送门，最后再质问说那你在哪里看到的，把问题丢回给对方，非常的优秀。所以还有什么？一开始先附和对方，假装给对方台阶下，还有什么哦？包装成讨论。可是我听过另外一种说法耶，非常的优秀。还有什么？我们先设定好我们的沟通的目标。就是你可能不会是只直接想要说服对方，或者是直接打脸对方，而是只是让这群组里面的其他人可以意识到说有不同意见，这样。这部分叫什么呢？就是阴谋论的试读能力啦！谢谢大家的帮忙，这一组就是阴谋论组。那第三组做的事情是，第三组好整齐哦，好整齐哦，这感觉 OCD。好，就是那个大选的，收不到选举投票通知怎么办嘞？用事实打脸，可是我收到啦，
然后还有什么提供提？另外是担心什么？其实你没有通知单是不能够阻挠你去投票的，因为就算你没有通知书，你还是可以投票啊，所以没有关系啊。那对，你看他就提供了说不会啦，没有通知单也可以啊。政府换这种事情没有效益，就提供，像刚刚说的，为什么鸡不会打激素让它长成六只鸡翅、八只鸡腿？因为激素很贵，没有鸡能会花一大笔钱去买激素来养鸡，因为那样太贵了，你一只鸡才多少钱？还有什么？帮忙提供解决方案，这也是提供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可以问里长啊。还有什么？列出其他可能没有收到的原因，被狗吃掉了嘛？邮差没有送啊？那被邻居拿走啦？都是有可能的原因，我们先不要直接下判断，我们提供更多不同的路走，这也是沟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透过沟通来了解彼此。然后还有像是中国疫情，那个川普没有伸出援手啊，哎，可是我的朋友说一样的，就是如果提到权威，我们就透过权威再说，可是我听说不是这样，或者是讲说，哎，可是小孩受伤也是先救自己啊，我们本来就是要先顾好自己，再顾好别人。儒家说，人是爱上有等差的。我就是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厉害！我读结束啦。哎，可是我听到另外一则新闻说什么什么，再附上新的新闻连接，同样借助另外一个权威。可是我听到另外一个博士说，如果对方很信赖权威，我们就透过权威来回应权威，非常优秀。还有就是罢免韩国瑜这一组。直接怀疑资料来源，真的？那你从哪里看到的？怎么听起来有点奇怪？或者是提供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去排队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一边投票一边做不同的事情啊，所以同时之间大家都可以不同的任务嘛，有人在投票，有人在圈票，有人在盖印章，有的人正在核对身份，有人在走出去，这是很有可能的。透过正常的逻辑的陈述表述，告诉对方就是他们提出的问题的逻辑的盲点。跟偏见，或者是很温柔的说，听起来有一点奇怪。这件事情有点优秀，它怎么样呢？不可以直接反对对方，因为这样对方会觉得说好像被瞧不起。有的人就是比较高自尊，就是没什么能力又高自尊。我没有在骂人，就是对方就会因此恼羞成怒。我们要避免对方恼羞成怒，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哦，听起来有点奇怪耶，但奇怪也不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意思。好，开始。然后如果说。有一半对一半错很难解释，解释完不太懂，那我们就是很直接的说，哎，其实资料来源是错的。有一些长辈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很详细的逻辑思辨的时候，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比较轻松的做法，可以帮助他们。哦，没了。大家真的很优秀哎，然后。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哎，不是Instant在我这，时间差不多，时间也结束了，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手上的那个贴纸都有拿到，那个川普跟普丁贴纸，好朋友。然后我们累积了500则刚刚的评价，非常优秀，谢谢大家，赞啦！然后谢谢大家来，我本来很担心没有人来，谢谢大家捧场。有地方可以写字、写卡片。圣诞节要到了，圣诞节快！